去，让我小小的八卦一下。你跟你女朋友是怎么告白的？这说起来真浪漫的。哦，是什么样的情况啊？想当年，我和她约在蒲公英的花田下，然后怎么了？你该不会把它吃了吧？哦，不对，其实呢，我是捧着一束蒲公英，然后跟她说，在蒲公英花园的见证下，让我们一起交往吧。然后之后呢？难道这就是传说中蒲公英的约定吗？哎，是，没错。那接下来让我们欢迎郑明宏带来的蒲公英的约定。